女明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，她们不仅肤白貌美，还拥有一张能应付挑剔镜头的巴掌脸，而其中的佼佼者更能在合影中占到便宜。赵丽颖的一张包子脸，圆嘟嘟的，给人一种她脸很大的错觉，其实小谷的脸十分精致。杨紫拥有时下最流行的锥子脸，却反而比赵丽颖的包子脸更大。马苏的脸本来就不大，但和赵丽颖一对比就显得脸型很长。模特米兰达可儿和赵丽颖一样，圆中带方的脸型很容易给人一种脸很大的错觉，但是和其他人对比起来才发现米兰达的头身比简直逆天。周冬雨身材娇小，皮肤白皙，小小的脸蛋上镜很占优势，而马思纯的骨架比较大，这张照片的角度更是把对比放大。Angelababy 也是圈内有名的小脸女星，而倪妮身材也是极好，只是两人合影时倪妮脸显得略大，站在小脸张柏芝身边，周笔畅更加显得面如圆盆。但人家是歌手，不靠脸吃饭，将头发梳起来的周笔畅更容易暴露缺陷。赵薇向来以五官大气出名，大大的眼睛，大大的嘴巴，配合着五官，脸自然也要大一些，有时和男演员不相上下。